从繁忙的北部一路南下，可以充分地感受到从急促的脚步到可以随着自己的节奏而调试放慢的步伐。蓝与白就像是属于垦丁既有的色调，但这里除了疗愈的风景，还有一家已驻守在后壁湖三带的生鱼片热炒餐厅。从阿公第一代只是单纯在鱼市场卖鱼，到转型卖生鱼片，如今已经是第三代接手成为一家生鱼片热炒餐厅。我们邱家生鱼片就是不只有生鱼片，我们还有主打的有热炒啦，还有我们的生猛海鲜，就是活物也蛮多的这样。你们进来就是消费者，就是如果你有搭配热炒在我们店里用餐，我们生鱼片就是以100块20片，然后回馈给消费者这样，然后白饭也是免费，然后再也就是店里，我们店里的空间就是现在有拓宽，就是可以容纳的人数是大约150人至180人这样，然后停车，我们停车场也是蛮宽，附近停车的地方也是蛮多的，所以停车是很方便的这样。我们营业时间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半，平常是没有固定的公休日，除非是台风天啊。然后最后想要对消费者就是说，欢迎你们来我们邱家吃饭，可以尝鲜啊。我们都是以平价消费，然后以薄利多销，然后回馈给消费者。